美国肯德基州一家便利店遭两名持枪劫匪闯入，英勇的女店员呢临阵不慌，见机行事，抢走了劫匪扔在桌上的枪，顽抗到底，最终让劫匪无法得逞，知难而退。店里的监控录像显示，一名劫匪走到柜台前，接着推开侧门进入收银处。店员一打开收银机，匪徒只顾忙着抢走里头的现金，却把枪扔在桌上。眼明的店员见势抓起劫匪的枪，搏命的同匪徒反抗，店里的东西散落一地。在争夺过程中，劫匪的搭档悄然逃离现场，店员奋不顾身同匪徒搏斗，终于成功的将匪徒推出收银处。劫匪敌不过女店员的顽强抵抗，好不容易才得以摆脱纠缠，最后只好空手逃离现场。